上你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买卖，所有钢材的那个重材，在2011年就是5000块，4000块切到5000块一尺，这都是我做的。你可以看到，哎，这个有黄埔那个华亭啊，爱家亚洲，这个爱家系列的，上海嘉利豪庭，所有的楼都是5000块一尺，5000块一个平方啊，5000块一个平方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为什么今天要这样跟你们讲呢？你们所看到的，我现在都是10万以上，都是10万人民币以上一个平方米，哎。